元素峡谷正式登场。它加入了英雄联盟端游中的亚龙与地形机制，炼狱亚龙、山脉亚龙和海洋亚龙随机的出场顺序将决定元素峡谷的地形变化。炼狱峡谷会烧光草丛，打开通往红蓝增益野怪的新路径。山脉峡谷会在野区形成新的地形，并在亚龙巢穴前筑起一道防护高墙。海洋峡谷会在地图各处生成更多草丛，其中还会生长加强版蜜糖果实。在丰富有趣的元素峡谷中，召唤师们能发现星之守护者的彩蛋吗？英雄联盟手游体验服将于6月28日更新，前往掌上英雄联盟领取体验服测试资格，一起探寻星之守护者的秘密吧，领略了手游充满魅力的新手世界。